玄儿雪邦今天发生涉及五辆交通工具的连环撞事故，一辆运载土堆的罗里突然失控，从高架天桥冲下斜坡后再翻覆。50多岁的罗里司机腿部受伤，夹困在驾驶座足足一个小时。另外还有一名拖格罗里司机受轻伤。玄儿消拯局今早10点半左右接获投报后，马上动员赶到沙勒丁宜通往雪邦的车祸现场。罗里从高架天桥冲下斜坡触发的连环撞，导致另外一辆同样运载土堆的拖格罗里和3辆轿车遭殃。消拯人员及时救出2名伤者之后，将他们送往布城医院救治。